我们的竞演继续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掌声欢迎都来咪剧社。竞演开始。你们这些新生怎么回事？这都学了多少遍了？这么笨呢？尤其是你，一到这儿就卡，一到这儿你就卡，你卡碟儿。闭嘴！我这个别解释，老师憋回去。你们多向人家大品牌学习学习，鸿星尔克 ，To be number one。你就在这儿练，什么时候练完什么时候走。太操心了，摔疼了吧？不疼。谁呀？你好，我叫曹文，我跟你是一个班的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哎呀，你好你好你好，我叫贾文静，我也很高兴认识你。贾文静，你确实挺文静哈。对了，这个是你的衣服吧？哦，谢谢啊。哎，你知道我为啥一到这儿就摔不？为啥呀？你过来。我就总觉得吧，有人瞅着我。谁呀？别瞎看。正前方12点方向，你看那仨男的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太不好意思了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同学你好，能把我的篮球还给我吗？他是谁？为什么我不敢看他？我这是怎么了？我的心怎么跳得这么快啊？心跳了，眼睛都离不开了，想说的却藏在心里羞涩。他是谁？内心的胆怯涌动。怎么了？伫立在风中迷惑。哎，不是，曹文啊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。好。这个男的，他好像喜欢我。哎呀妈呀，太不好意思了。我？哎，不是。哎，妈呀，赵啊。什么玩意儿过去了，吓人倒怪的啊！不是，他刚才说他喜欢谁？他喜欢谁呀？喜欢你。他喜欢我呀？那喜欢我也没用啊，我也不喜欢他呀。哎，打球去啊？你不说你要去辽宁男篮吗？啊。我1米7，我考不上。给你。谢谢。哎呀！走了走了走了，回见啊！走了，打球去了。哎，走喽！自从那天以后，
我的心里就总能出现那个身影，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转呀转呀转呀。哎，又想啥呢大美女，走吃饭去。我不困。不困？不是，那咱去自习室吃啊。我不看书。完了，疯了。不是，你知道你在说啥不？你是不是心里有小秘密啊？哎，你快跟我说说，跟我说说呀。你别乱说，哪有啊？还哪有？哎，你这篮球也不打了，游戏也不玩了，每天就往那图书馆跑，你想干嘛呀你？我不是想好好学习吗？呀，这习学得好啊，自打你好好学习，你从我们全班第二变成了全系倒数第一。你去图书馆看的是小人书啊？干啥呢干啥呢？哎呀，人都哪儿去了？人呢？又迟到又迟到。哎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马上就文艺汇演了。对，小祖宗们上点心行不行？多向人家大品牌学习学习，鸿星尔克 To be number one。 对，我们要争做第一。对对，节目想好了吗？我告诉你们啊，没想好谁也不许走。操心呐、啊，怎么想啊？怎么想啊？好了、啊、咱们现在得想一个主题。上哪找主题去啊？啊，是老了，错了，老爷，敢问高人贵姓啊？免贵姓乔，你们可以叫我乔老爷。乔老爷。乔老爷，听说这个乔老爷啊，在咱们学校干了50多年了，他送走了好多届毕业生啊，我们可以去问问他呀。哎，去去去去去，快去。乔老爷好，我们班现在正在为节目发愁，您能帮我们帮帮忙吗？对，你们应该好好掌握这4年的大学生活。你们需要的应该是快乐。快乐？快乐？对，是快乐。孩子们，快吧，转眼你们就毕业了。老爷祝你们前程似锦。谢谢老爷。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这毕业以后你们都打算干点啥呀？我要创业。我想考研。我回老家找个工作。你呢？你毕业之后有什么打算呀？你也知道我父母一直住在国外，今天晚上的飞机。那祝你一切顺利，一路平安。恭喜恭喜各位同学顺利毕业。谢谢老师。哎呀，我可算是松口气儿啊。老师，哎呀，老师跟你们开玩笑呢。其实啊，老师最舍不得的就是你们了。有时间多回学校来看看。啊，记住老师这几年说的话，多向人家大品牌学习学习，鸿星尔克 To be number one。
淘气。大家穿的都这么好看，照张毕业照，留住你们的青春。好，好啊，老师。来来来，老师给你们照。天气凉了，披件衣服吧。谢谢。老师啊，说，我觉得我们班少俩人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呀呀呀呀！曹文来呀，曹文来呀，来呀！你们俩露神了，露神了。来，准备好啊！一、二、三，毕业啦！喂，你到哪儿了呀？你再不来，我可真走了。别走，我来了。那些年错过的大雨，那些年错过的爱情。特别年轻，有没有？那你们是我比较钦佩的一批年轻人，因为现在这样的形式的小品在中国的喜剧舞台上不多见。因为这个音乐剧嘛，需要这个演员多方面的才华，比如说能歌善舞，非常好。有歌有舞，一上来还是抓人的。感谢你们带我们回到了那些年，你们在鸿星尔克文艺学校的日子啊。就是在这两对啊，就是并列男一和女一的这么过程当中，我更喜欢小龙和文静这一组啊，可能是角色带给你们的魅力。希望你们步入社会以后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真正梦想的港湾，恭喜你们。谢谢老师。两位老师说的都非常好，希望你们能够记住他们所讲的话。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，这话不是空谈。演员就是要做到精益求精，你才能出好作品。就本身这个作品，我觉得还是很清新很愉悦啊，反映了那一段校园的生活。你们是把它展现在舞台上，而且是载歌载舞，故事很完整。希望你们走出校门之后能够坚持这一份执着。再次谢谢你们的表演，谢谢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